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瑞，欢迎您收看我们新创办的文化访谈类节目《文明之旅》。其实啊，11年前我就开始主持中央电视台英语访谈节目《大爱老》，一直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针对欧美等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鼓励带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嘉宾就文化差异和全球政治经济多边秩序畅所欲言，提高中国的声音，和谐共建。今天我也非常荣幸能够站在海内外炎黄子孙面前，非常高兴地宣布，让我们一起扬帆远行，每周一晚上北京时间10点相约在电视机前，共同开启我们的文明之旅。其实啊，21世纪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必定有它厚积薄发、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日。2010年，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选择在这一天正式挂牌成立，而院长正是著名的儒学传播者杜维明。194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的杜维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81年开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并担任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48岁的杜维明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成为哈佛燕京学社75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社长。在近50年的时间里，杜维明著书立说、开坛讲学，用数十本专著、上千场演讲，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中重新寻求东方传统文化的定位。杜维明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以及与中国现代化接轨等研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杜维明的诸多理论中，他尤其强调文明对话。他认为当今世界争端不断，各个文明之间只有进行文明对话，才能够找到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一些棘手争端也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如今70岁的杜维明回到中国，期待通过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工作，为东西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平等对话的机会，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和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哈佛大学首任华人东方语文文明系主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社长、深得儒家思想真传的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掌声有请。Welcome to the journey of civilizations, Professor Wei Ming. Forgive me for speaking English, because the moment I see you, I tend to speak English.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but I understand our conversation should be in our mother tongue. 对了，赶紧回归我们的母语中文哈。这些年您一直周游列国，游走于各个文明之间，我们来走到这个地球仪旁好吗？您这些年到各国讲学，让我想起了孔子的关门弟子之一颜回，一直坚守着对文明文化的信仰，去讲学，去弘扬儒家文明，去推动文明对话哈。那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小环球是否同此凉热，给我们讲一下您所到的国家哪个国家里的故事最好玩？大概都很好玩，都很好玩哈。那么我大概就是主要的文化啊都参加了。比如说是基督教的文明、伊斯兰的文明，乃至东正教的俄罗斯的文明，还有印度的文明。据说您在那里讲学，讲到中国文明、中国哲学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的教授听了您讲解直摇头，为什么？这很有趣的经验啊！我到了印度以后呢，就和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印度学者巴拉苏布曼尼亚进行对话。那么我第一次讲了，我认为讲的还有说服力，他不赞成，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另外换了一个方式再跟他讲，他好像还是不太同意，所以我想只有最后一个办法，再从方面来说。哎，他说杜教授，你讲的我完全同意啊。那他为什么还摇头呢？他的印度人呢说是就是这样。那么我说你如果说不呢？不就这样。摇头 yes， 点头 no。Right， 因为印度你们如果看他们的音乐，听音乐的时候多半是摇头摆尾，这就是我非常赞成你的说法。看来东方文明当中也有肢体语言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的近邻印度友好邻邦哈。好，接下来我们回到座位上。好，杜教授啊，我非常荣幸，九月份到了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尼山，参加了基督教与文明儒家文明对话那个论坛，您也在场是吧？我也去了。对，当时您的主旨发言的主题是什么？我其实简单的说，就关于中国文化的三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学习的文明，这毫无疑问，如果你了解这个儒家的话，这很明显，这个论语里面第一个字就是学。第二个呢，它是比较宽容的文明，也就是各种不同的宗教也能够在中国这地方它发扬，它互相的进行对话。再来呢，它也是一种基本上从对话来了解对方，所以说它是一个学习的文明，它是宽容的文明，是对话的文明。您看我在从尼山回北京的机场哈，当地机场，我买了一把折扇，文字篇是《论语精选集》，上面开篇就说到您文中华文明的三个特点之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是一个包容的文明哈。对。那么接下来又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您出生是在1940年，今年也就是您七十大寿对吧？我现在不仅没有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现在可能这个连四十而不惑还没有达到，也许三十而立还有点问题，我想。那您刚刚讲那个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这是我一直关切的大课题。您的哈佛同事，享年91岁高龄的 Samuel Huntington 教授，对，已经去世了哈。去世，刚刚去世。他是93年先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冲突》对问号对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在世界范围内3年之内经久不息的学术证明，他自己始料未及，为什么？当时因为看到这个伊斯兰这个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有冲突的可能，所以他认为21世纪啊，这个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冲突都没有像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根本，而且最难处理。可是我认为他的心态呢，还是一种冷战的心态，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文明的冲突就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那么最需要燃眉之急解决的问题就是基督教和这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他因为我的同事啊，我每个月都见面一次，所以在他这个晚年的时候，我和他可以说达成的协议，就是说假如这个文明冲突是不可避免而且很危险的话，文明对话成为必要。他习惯于用冷战的思维来审视文明的冲突，他当时提出这个冷战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提出这个文明冲突。那个时候哈佛的另外一位教授就是甘乃迪学院的院长，叫就奈，那么前美国国防部的助理帮办，助理帮办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对，约瑟夫奈先生提出了软实力的建设。对，他提出软实力的时候也是认为，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这个超级大国，如果只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发展是不够的，因为还有文化的力量。但是我认为文化的力量有两种理解，一种呢，它是一种塑造人类逐渐进入文明世界必要的条件，所以我曾经提出应该通过文明的对话能够发展成一种对话的文明，这个可以成为和平文化的一个基础。我们回过头来讲中国，在2009年中国各地的院线同时上映了好莱坞的大片《阿凡达》与我们乡土电影《孔子》。
孔子相形于前者的盛况空前，在剧院里边是冷冷清清，是不是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了？我可以如果讲的露骨一点，完全不赞成。过去30年，我认为特别的年轻人，如果对重新来了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儒家的核心价值，他们的认同在很多地方是比较强，甚至非常强。我担心呢，反而是一种可能过分的爱国主义啊，过分的民族主义，就认为我们的，比如说《易经》，啊，可能把人类的智慧啊都集中了，还有其他的文明，比如西方的文明，我们可能了解现在密度不够大，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也对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做一些批判的认识，也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和过去的对话，乃至加上啊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对话。孔子电影里啊有一个很悲壮的人物叫颜回，对，那么在我这把折扇的背面人物篇里呢，是孔子的四大高族、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孔极和孟子。对，在电影的结尾处，随自己的老师颠沛流离周游列国讲学的颜回不慎落入冰窟，去抢救老师掉进冰窟窿里汗牛充栋的著作，舍生取义。对，导演胡梅在处理这个细节的时候，您认为他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先不管这个细节符不符合历史啊，那么我觉得他要体现的这个价值我可以认同。颜回呢，在孔子的弟子中间是又没有钱又没有权，甚至最基本的生活也不能维持，也就是可以说在经济政治各方面上一无所有，但是在孔子的弟子之中他的地位最高。为什么？就是他一种学习的精神，孔子说他是真正的好学。是不是他给老师教的腊肉也最多？非常少，岂能可能都教不教啊、教都教不起了。那么所谓好学的意思呢，就是学做人，而且它体现了一种价值，就是仁爱的人。仁爱的人呢，就是人的充分体现。那么这种价值一般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平常的一个灵光一闪就过去。那么他能够3个月维持，每天都是在人的这个价值之中发扬他自己，其他呢可能是其他的弟子可能1个月啊或者几个星期。所以可以说呢，他的内在的资源非常丰富，他外面是一无所有。那么这样呢，孔子认为他是真正弟子中间最值得大家学习。所以这也体现了儒家一种注重个人内在的修养，而对外在的这些外在的价值不是特别的关注。您开场时说到的中国文化有三大特点，第二大特点是它的包容性哈。对，为什么中国儒释道三教包括历史上5000年历史上中国从来未爆发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对，并且呢外界来的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在中国也是落地开花，并没有引起相互之间的排斥。对，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呢，到了贵州看了一个古镇，有明代的古镇，它这个街道的两边呢，一个是佛教的庙宇，一个就是道家的道观，它是对面啊，门对门，所以很多的这个人可能就到了这个佛教的庙宇，又同时到这个道家的道观。如果但是你从前面看呢，还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所以这个情况当时我们叫三教，我认为现在是五教，还有包括您刚刚提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色。那么这个特色使得我了解到现阶段这个儒家传统面对人类文明可能有的冲突，它可以扮演一个中介的这个地位或中介的角色。其实说到信仰，杜先生想起英语有句话，就是 We have much more to live on but less to live for。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物质上的满足，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而生活质量下降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失去了信仰。对对，您觉得今天利益驱动的时代，大家在现代化，也就是庸俗化、世俗化，世俗化就意味着快餐文化，不再关心信仰这样的年代，重提
文明的对话是不是很有难度和阻力呢？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它的必要性更明显。我不管我现在了解在政府、在企业、在媒体、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在学术界，这种忧心如焚的人越来越多。正好你说的，其实这个信仰后面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一种敬畏感、尊重感啊，不仅是宽容啊，不仅是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参照。好，接下来我想请在座的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用他们身上准备好的题板写下他最敬畏的关于儒家文明的经典佳句。现代西方青年如何看待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对，说的对。在掌声鼓励。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里，孝的最高体现是什么？最大的孝，那就是张载，乾为父，坤为母。放眼世界，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什么？人类最重要的对话者究竟是谁？最重要的一个对话，就是人类和自然。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文明之旅》，敬请关注。接下来我想请在座的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用他们身上准备好的题板写下他最敬畏的关于儒家文明的经典佳句。当面写。当场写。看看你们的汉字写得如何啊？让杜教授点评一下。那我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书法太糟了，所以他怎么样写我认为都是好的。哦，信，诚信的信，诚信的信。哎呦，这字写得漂亮，相当不错，有魏晋的风骨啊。魏晋的风骨，看到没有？好，对，我觉得非常难得。解释一下你是如何理解这个 Chinese character 这个中文字的含义。对这个词，我据我了解，这个词是在那个仁还有礼还有义，仁义礼智信，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对，说的对。在掌声鼓励。你看多么好的文明对话，是不是？跨文化跨语言。对，谢谢，谢谢你的表扬。谢谢您呢。在这五个词中，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从小时候，我的家人都提醒我，如果你跟别的人没有特别好的关系，特别认真的，特别诚信，如果别的人不相信你说的话，那你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是因为谁能一个人过他们的生活，对吗？所以从这小到现在，我学到那个儒家思想之前，我只有这种的看法。但是我学到这个字的时候，我确定哦，我跟这个字完全同意。谢谢您。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位孝，这个字也写得很漂亮。那虽然没有信那么样子，那么样子这个丰满啊。我理解的孝是那个孝顺的意思，父母要给孩子提供养育，然后父母成老以后，应该那个儿子或者女儿应该照顾他的父母。您认为自己对你自己的父母很孝敬吗？有人说父母在不远游，你来到了中国，你的父母会不高兴吧？不高兴。可是你在这学好了汉语，可以到中国来做生意，他们就高兴了，你就赚钱了。他们害怕如果我说汉语，我要移民到中国。他们担心你会娶一个中国的姑娘，在中国成家立业是吗？可能是。那您认为这样是对父母的不孝吗？
不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想我去努力，所以我可以实现我的目标。那么你的父母是不是对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是这么说的呢？他们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的上一辈尊重自己的选择，这样他们就可以感到 happy， 感到幸福，是吗？你知道我爸爸他常常要说，你应该向我说我给我父母的待遇，然后我成了以后你可以给我一样的待遇。您请坐，我们接着请杜先生点评孝字。我刚刚从那个新加坡回来，那么为了庆祝一位研究海外华人最突出的学者王庚武，那么有300多人参加，他们当时呢就要求我去做一个所谓学术报告，很短的报告，他们要求呢就谈孝。那可是我就提一个意见，孝不就是服从，不就是对父母亲没有条件的接受他们的看法，孝的本身是希望通过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相的沟通，使大家都能够这个在人格的发展，在这个社会作用方面都能进步，所以它是一个双轨。所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是一个双轨。另外呢还值得注意，孝就不仅是在家庭，而且是对这个社会对国家更难得的，就是最大的孝，那就是张载在《西泯》里面，大家知道，说乾为父，就天是父，坤为母，吾之渺焉，我那么小一个人就在这个天地之中，那么浑然中处，我在里面，但是呢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宇宙，我的性就是将来人类发展的方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伙伴，这个非常全面的理解就是孝的最高体现。嗯，孝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社会，同时我们要对宇宙大化能够行孝。就前面提到，你要想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上一个和谐的人，你心身要和谐，你和社会要和谐，我们人和自然要和谐，内圣才能外王，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说一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您多次提到中美关系当中，特别中国跟西方国家近些年出现的贸易不平衡啊，人民币问题啊，那么就连您的哈佛大学的同事山姆·亨特顿教授都说，鉴于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文明复兴，它的底盘如此之大，它的转身如此动作之大，可能会导致中国21世纪的崛起就成为考验两国领导人如何有耐心和毅力、智慧去协调双方的国家利益。您怎么看？先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联合国的文明对话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原则提出来，一个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就是我认为最好的，我应该跟你分享，跟其他的人分享。比如说我知道了福音，我这个福音呢应该让你知道，假如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责任更大啊，因为知道福音是能够使你得救。如果我的对话的对象是一个伊斯兰教徒，他也有这种意愿，他要把他最好的跟你分享，这中间会造成矛盾。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是一种术道，对，术道的话就不把我认为最好的强加于人，我要了解对方。那么现在中美的这个冲突有很多，我认为是一个博弈，不是真正一定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危险。将来像美国也非常清楚，将来一定是多元。有一段时间呢大家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后来呢说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变了，也许将来的抗衡的是美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现在呢又认为可能是美国和中国，还有些人认为呢是三边，美国、欧盟和中国，这可能影响最大，或者东亚。那么印度起来，所以我们认为还有印度，
现在金砖四国，还有巴西，还有俄罗斯，所以将来这个社会的情况呢是非常复杂。在这个复杂的情况下，对话变成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地区冲突的危险固然存在，有时阶段性的出现了增长，但是抑制战争爆发的和平力量也在增长。对，那么文明的多样性、新兴市场的崛起，使得整个世界的利益多元化，然后多力量中心的出现，特别是强调多边主义，连欧盟都赞成中国提出的多边主义和尊重联合国的权威。您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制约地区冲突的发生，对吧？还不止，还不止。真正最危险有两种危险，一种呢就是人类的突然被消灭，另外一种呢就慢性自杀。突然被消灭了就核战的危险，另外呢就是生态环保。我们和这个自然的关系是越来越恶化，所以这个恶化的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了，这非常严重。但是这个是西方，特别是在工业发展特别先进的西方，他们更有责任。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这个地球本身它的受伤害性太大，矿物、植物、这个动物乃至土壤、水源、空气，所以这是大家的共同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对话就是人类和自然的对话。我们不能把自然当作一个身外物，只是当作一个客观的集合体，我们应该把自然呢当作一个和我们有优息相关的共同体。就像张宅所说的，这个应该是把所有的自然物都当作我们的伙伴。那么最近我到南非去了一趟，我的很深的一个感触，他们有一句话关于地球，他说地球不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财富，地球是无限的子孙要求我们、委托我们要好好保护的资源。其实能够善待自然、善待动物的人也才能够善待自己，反之亦然，能够善待自己的也一定能够善待他人，是共生共存的道理。谢谢，谢谢您给我沏茶，应该晚辈给您敬茶。没有，你是主持人可是您是嘉宾不客气，我是绿叶，您是红花。接下来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也有你们自己想问杜教授的问题，如果大家准备好了，我来请杜教授站在这个对话区。我想也可以问这个杨教今天我是绿叶，您是红花，我们是对话，是对文明对话，文明对话。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探究儒家传统的合理性。24教里面大概有10几教已经完全不能符合于现代，这毫无疑问已经过时了。在文明发展愈加多元的时代，找寻儒家文明的创新。如果儒学需要创新的话，它应该回应哪些问题？我想你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思考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价值。我们是注重和谐，我们是注重社会的责任，我们也注重礼貌的。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文明之旅》，敬请关注。接下来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也有你们自己想问杜教授的问题，如果大家准备好了，我来请杜教授站在这个对话区。杜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就是一直听您讲这个文明对话的问题，这个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在您的理论预设背后，就是说文明的和谐共处是一个善的好的东西，而文明冲突是一个可能我们需要去避免不太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角从各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这样各个文明的自己的单个的角度再往上看整个人类文明的话，我们就发现实际上冲突本身对于文明的发展来说，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个就像草原上的羚羊一样，如果没有豹子在后面追赶它，没有这样的冲突存在，那它始终就会处在一个惰性，而到最后它这个物种可能会面临灭绝。所以我就在想，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您之所以提文明的对话，可能是不是仅仅是因为现在文明的冲突太多了，而到了有一天当我们的
文明对话太多，而导致我们的文明充满惰性，缺少刺激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提一提文明冲突呢？谢谢。非常谢谢。我想你这个考虑这个问题相当的全面，也许你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啊。那么我很简单的说，确实文明的发展，比如说儒学，假如开始的时候没有和道家和法家和墨家进行各种的矛盾冲突，它很难发展。那么第二期的儒家如果没有和佛教也进行这个谈判和冲突，也很难发展。那么现在刚刚你提到和西方的文明，所以你的文明要壮大，你需要对话，但是你也需要有这个冲突，甚至有矛盾。但是第一个呢，我们了解到冲突矛盾乃至有张力有辩论的，这些都健康。真正的战争，像十字军东征要把这个原住民的文化，把伊斯兰的文化给摧毁了，这是不健康，这是人类的悲剧。所以我们需要中间呢有这个变难，有张力。就现在的对话本身也是如此，因为对话你是和他者，既然是他者，你们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如何容忍，如何尊重，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那么如果没有他者，就是如果你通过对话以后，其他的文明都成为你的文明的一部分，这个中间你的文明的这个动力和这个创发力就会减少。所以我基本上赞成你这样一个说法，但是我就提出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课题，就如果变成了真正的军事的冲突矛盾，这是人类的悲剧。杜先生你好，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朱卫平。就是刚才那位美国朋友提到了孝的价值，我也非常认同您的表述，尤其是张载的那种宇宙情怀那种大孝，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有个时候跟人聊起孝的价值的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质疑我，就是说那个24孝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把别人对我的质疑，然后再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您，看看您怎么解决一下。对，我想24孝里面大概有10几孝已经完全不能符合于现代，毫无疑问已经过时了。但是现在一般在讲这个弟子规吧，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价值和孝是有密切关系，它还有现实性，而且可以推广。另外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儒家思想多元多样，有日本的儒家，有韩国的儒家，有越南的儒家，有中国的儒家。中国的儒家是特别提出孝，特别是血缘的关系。杜教授您好，那个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然后那个我在您在讲话之间，我听到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儒学创新。我想儒学创新的话，可能是因为基于我们当下的时代和处境，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愈加多元，或者说科技愈加发达的时代。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儒学需要创新的话，它应该回应哪些问题？我想你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啊。我想我这样子一个回应，就是说如果它要有创新，它一定是全面。我认为现在21世纪儒学这个全面的发展，它是应该说是最符合21世纪所需要的人文精神。而这个人文精神呢，不是一种凡俗的人文精神，因为凡俗的人文精神它最自然呢是一种有侵略性，那么对于真正的人类的精神文明它是不闻不问。那么现在的一个比较宽广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对于各种不同的精神文明它有同情的了解，而且能够介入。那么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有很简单的一说，有4个课题必须同时解决。一个就是关于个人的身心性命的问题，就人能不能够我们讲的为己之学了。第二个呢，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什么，然后人和社会，就个人和社会能不能有种健康的互动。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人的最高的体现是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符合。如果在这个大的框架下面，政治的问题应该是摆在一个宽广的人文精神下面来讨论。如果把政治的问题当作一种唯一的考虑，
把这个身心性命啊，把这个天人合一啊，把这个人和自然的关系都被边缘化，那这个政治的课题我认为就变成一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化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一方面有很大的说服力，另外呢它也很能造成各种不同的困境。所以在这方面看呢，我是建议我们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参加，有些人在学术界做，有些人在企业做，有些人在政府做，有些人在媒体做，大家都可以配套，大家都可以学习。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是对，其他的都不对，那就自小门户。我因为它是一个一方面博大精深，另外它也是一个殊途同归，所以我希望中华民族所塑造的一个新的文化认同，第一个它是开放，然后它是多元的，同时一直有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的这种认识。好，杜先生，请您回到座位上。记得有一次我在萨尔斯堡去参加一个关于是否我们拥有一个共同语言的多国的研讨会时，当大会的东道主提出一个问题，21世纪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在现场异口同声地说威胁 threat， 让我大吃一惊。我首先想到的是文明对话的缺失，文化语言的隔阂。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兴起我们看出来是经济力量的扩大，因此政治声音也在扩大。文化的认同是什么？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我们的传统，比如刚刚提到的既有宽容又能够对话又能够学习的文明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体现这些价值？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另外呢，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外交上要提出和平共存，要提出和谐，但是我们内部比如贫富不均的问题很严重，比如说是各种其他我们还要在调节的这些工作还没做好，包括像这个食物的问题，这个气候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所体现的是哪一种社会，在国际上观察这个社会就可以对于我们将来发展是一种和平的发展还是一种威胁做出判断。我们自己要做出判断，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体现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的核心价值呢，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间逐渐大家了解，确实它可以逐渐逐渐有了说服力，对我们自己有说服力。那么当然和周边的关系，这些都是考验。这个考验的过程我想很困难，但是必须向前走。我自己呢感觉到还是乐观的，因为从这个文革以来，当时我们经过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来呢，我们先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面又大家慢慢的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对内的责任感，对外的责任感，乃至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领袖，就是21世纪的领袖，我们要储备文化资本，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能力，我们要对我们的伦理的智慧和精神的价值能够做一些全面的努力。那么杜教授，还有一点，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一个令人尊敬的负责任的利攸关方或者是大国，是不是我们应该有能力输出概念，输出文化的核心理念，比如说儒家文明。在节目的最后，您能否言简意赅地向在座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提一下您必50年半个世纪于一役研究儒家文明得出的心得体会，它最关键最能服人的甚至是有普世意义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就看这个中美的关系，时机怎么成熟呢？就是现在我们除了这些博弈，除了抗争，除了这个矛盾冲突，乃至除了谈判以外，我们现在不管是官方对官方，这个民间对民间，应该有一种核心文明的双边的对话。意思就是说，
西方价值的核心，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个人的尊严，应该都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真要向他们学习。我们有很多地方现在做得很不够，那么同时我们有没有核心价值？刚刚那位朋友提到仁义礼智信，我们是注重同情慈悲，这是传统，现在怎么样体现我们还考虑。我们是注重和谐，我们是注重社会的责任，我们也注重礼貌的礼，不就是法，也注重礼，我们也特别注重正义、公正、平等，这些都是双边都要有的价值。所以这个对话呢，不管是在官员、在企业各方面，如果能够开始进行，我们就能够有至少有互相的了解，就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其他的可能性就逐渐的可以开放出来。看来杜教授按的《论语精选集》里边，您已经实现了七十从心所欲的境界。那差太远了。给您沏上清明一杯，煮茶论道。